呢位小朋友就是啱啱宣布了决赛结果之后的入围其中一位小朋友嚟嘅。你好啊，咁你觉得咧头先宣布你入围嗰一刻咧，你感觉点样啊？好开心咯。咁你上年咧都有参加系攞到亚军嘅，咁你对于嚟紧个决赛有冇信心会赢呢？有信心。好啊，咁希望你加油喎。同埋咧头先见你即系朗诵嘅，即系讲故事嘅时候咧，啲普通话都讲得好好喎。系边个教你噶？我妈咪。哦，咁啊，希望你会继续加油啦，唔该晒。